轻松的午餐，因为我不用煮，所以我比较轻松。嘿嘿嘿嘿，我太太比较辛苦。哎，这个芝麻包意美的，配一个水泥。哎，我太太芝麻乐，然后喝一个台湾蜂蜜。哎，感觉好好。哎，最后一天的假期，哈哈，今天轻轻松松休息休息，哎，休息，哎，对，休息一下。祝你们平安喜乐，午餐吃什么？拜拜喽。